也厉害呀、啊！哎，拿那个小篮子，拿小篮子让他们两个丢。美美不是吃，他们是边吃边。只要工作，工作，工作。来，撕到里面。来，妹妹来撕。好，来撕到里面哦。来丢丢丢丢丢，妹妹丢，妹妹丢，再给你丢。妹妹请剪指甲，地上的剪指甲。这个我们已经清洗过，而且用开水冲过了。嗯。啊，丢，小雨丢，小雨丢，丢丢丢进去，小雨丢，小雨丢，来妹妹剥，妹妹最厉害，妹妹剥剥剥。妹妹很厉害哦。好，好哦，好了，好了，好哦。好啦，好，你也看得结束了啊！哎、欸，妹妹还会剪呢，你看，哎呦，好厉害！哎、欸，你看我们好闲，对啊，哦，就搞的呢哈。嗯，大妹很棒哦。哦，大妹很厉害哦。好厉害哦，大妹。哦，你看，你看，就搞的哦。你看，看到他看到都会捡起来，然后放在篮子里。哦，厉害哦，小雨。小雨，振奋。小鱼振奋，小鱼振奋，小鱼振奋。来，小雨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学来丢，来撕，妹妹撕，撕撕。妹妹会直接丢到篮子里。妹妹这样子撕丢，妹妹撕。哎、欸，其实这个高丽菜好撕，可以让他们练习撕。你讨家吼，吼、哦，你不专业哦，吼。不吃高丽菜，丢丢丢。小雨没有吃，来，你看，妹妹会去管小雨手里的。来来，把妹妹把它拿起来，妹妹把小雨的拿起来，妹妹把小雨的拿起来，妹妹拿，妹妹棒棒，啊妹，妹妹棒，他们撕菜给别人切菜，然后拍一下那画面，丢丢，好棒，小雨好棒。